妹子，女的。玉兔不会认出我的声音吧？这辈子还没人送过皮肤呢，而且还是个妹子。大神们求带，必须的。皮肤攻略成功。妹子，打完这一局，我们要去打排位了，明天再来陪你玩吧。啊，不能带上我吗？你也排不了啊。我的六个皮肤终究还是错付。鱼兔居然单独带我，你这也太禽兽了吧！我才上了四颗星，你都赢了十几局了，这也太傻了。鱼兔，你看高中班级群里，有人贴了你跟乔晶晶的帖子。我跟你说啊，我们高中班级群开始发那个造谣的帖子了。你有时间吗？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可以啊，你说。你现在缺女朋友吗？如果你最终决定要从研究所里辞职，欢迎来我这儿。傻兮兮的，非得搞航天，最起码不会跟夏晴分手吧？我听说夏晴现在还单着呢，你们俩说不定还能来一个再续前缘什么的。